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莫寒的新入股游戏实况。上一集的话，我们是经过了夏天的一个暴雨啊，这个没有松露，没有钱啊，只靠蛋黄酱赚了点钱，而且在海滩上面找到了很多的珊瑚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是 bug 还是什么情况？也有可能下雨天珊瑚比较多吧。看看啊，只要不下雨，我们就有钱赚。哎，新的枫糖浆棒。今天又被扰乱了，能不能给我正常点啊？默默哒，你起来了，默默哒，你起来了，哎，默默哒爬了，默默哒爬走了，哎，默默哒，我能把你抱起来吗？默默哒，你爬哪儿去啊？呀，哦，好萌啊！这卡住了。默默哒卡住了，哇，可以，哇，终于不用床了，是不是又可以生猴子了？默默哒晚上应该睡这里了啊，肯定睡这里了。默默哒，你要喝酒吗？电池，下雨天没有座位被劈坏啊，因为我们装了那么多的这个充电，不是充电座，避雷针。啊，收鸡蛋去！啊，收鸭蛋去！这个我们两天再收一次吧。收鸭蛋，看看松露。松露怎么一个都没有啊？又捡了七个松露，一天七个松露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蛋黄酱机器不够了。蛋黄酱机器我们身上还有四个蛋可以放，那就要再去做四个蛋黄酱机器。哇，这电池多造几个避雷针就是有用啊，这么多电池，我的早就被劈坏了，五个电池，一个下雨天好像可以拿七个电池，电池那么多，这玩意放这的，油放哪？不是这里，啊，这里，我有点乱。然后再做四个蛋黄酱机器，蛋黄酱机器需要用到，木头、石头，然后地晶石。四个蛋黄酱机器我应该有吧？四地晶石、地晶石和铜，四个铜。地晶石我应该有一堆了，上次挖了好多的，四个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正好多造几个嘛，反正我们牛棚可以放好多，毕竟现在牛都是散养的，都是放养的，不是散养，都是放养的，放在外面，放在外面养的。哎，下雨天这个苹果是不是没长啊？不，橙子是不是没长啊？有七个松露，八个松露就一万块，七个松露几千块了。这怎么放过去？有点小尴尬，要不要一排放过去啊？一个，这样吧，放这里吧。这样吧，万一猪卡住了怎么办？哎，这样放一圈，这样蛋好放一些。一。我到时候第二天把那个拿掉之后再整理一下。哇，嗖一下就出来了，我去，一排一排出的，特暴力。看看它还会出吗？我们今天要去送东西，我都忘了要去送东西，这个明天再来拿吧。一天拿这个，一天拿松露。我们要带上礼物去送东西，送玛尼，送法师，送那个谁，那个叫啥来着的？那个乞丐，拾荒者，哎，这个怎么丢这来了？拾荒者的话就送这个仙人掌果子一个，玛尼的话钻石，然后法师的话是那个这玩意儿，虚空精华，钻石。
星期天，星期天我记得有那个，星期天有小猪车。哎，猪怎么不在这里放松露呢？多来点松露。哎呀，刚说多来点松露，我9个了，一天松露啊，产量那么高啊，是不是昨天都憋着憋到今天来了？9个松露啊。9个松露多少钱？10000多了，一个2000块，啊，不对，不是一个2000块，一个1000多。玛尼，我来送东西啦，送钻石，开心不？哇，难以置信的礼物，8星，你这能不能再长点心啊？我送了那么多钻石啊，我感觉都把我自己送穷了，都不长心。先去把法师送一送，送完之后我们把这个树砍一砍，这里全是木头啊，我好想砍这里的树。哎，法师在下面，法师法师，来送你个东西。呀，怎么下不了马了？法师快10星了，你看这个草完全不会长，这里充满了强大的奥数能量。还9星，还没升到10星。法师生日我记得送过东西了。先去把硬木砍了吧，顺便把这里的一些树也砍一砍。好嘞，我们把硬木砍完。这个小猪车这边刚刚前面我看到有卖杏子的，要可以买一颗，因为有一个任务需要杏子。然后史莱姆的话600克，好贵啊。海参、郁金香、咖啡豆，哦，可以在小桶里放5颗咖啡豆来酿制咖啡，夏季种植的东西。买一个咖啡豆，买一个稀有种子，然后我就没钱了。我去，咖啡豆为啥那么贵啊？5颗咖啡豆可以制作咖啡，咖啡可以卖多少钱啊？我们只考虑能卖多少钱。咖啡豆花了我多少？花了我3000块，2000块。这个杏子可以交任务了，这咖啡豆的话我们可以用来种，可以种到暖盆里去。它是几天才能长熟就不知道了。稀有种子我们也可以拿去种了。星期天这下水道有什么东西卖吗？杏子，我记得有个任务是要给杏子，新鲜水果给艾米丽。啊，卖蝙蝠翅膀没啥用，蝙蝠翅膀现在我们不需要，先去找艾米丽，然后给她这个杏子，就可以完成主线任务。为什么7点还天那么亮？艾米丽，哦，她在她房间里，我好像进不去。艾米丽，哦，艾米丽好像在酒吧吧，不在这里的。艾米丽每天在酒吧的，她是在酒吧工作的。去看看，我没猜错，应该在酒吧。她不在家的话，艾米丽在这里。她是艾米丽吗？我先确认一下。好，任务完成。新鲜水果600块，我赚了，我200块买的吗？我这个是，啊，你也在这，送他个甜豌豆会怎么样？啊，我已经送个满地礼物了，做得很好，这次做得很好，孩子，多少星啊？潘姆似乎睡过去了，潘姆2星啊。其实有钱的话，可以在里面买那个咖啡，然后直接送人。每个人都喜欢咖啡，往死里送咖啡就行。看看需要5条鲤鱼，我才不卖。有，今天是亚历克斯的生日，我们错过了一个夏威夷晚会。夏威夷晚会还有夏天没什么季节，没什么东西可以弄。我们现在这个还差多少？社区中心差一个海鱼和一个夜间垂钓。然后这边差苹果和那个石榴苹果要种的，要到秋天。海鱼收集包，
那这边是四，哎，就剩两个了吗？就剩鱼缸和布告栏了，其他全解锁了。啊，我们这解锁进度还是挺快的，对我们以前第一季来说是挺快，对别人的那种速攻流的那种算慢了。估计第二年已经打完了，我们慢悠悠的玩，我可以玩100多级，然后，节奏比较慢吧。这份礼物太棒了，10星了吗？9星，哦，9星了，莱纳斯9星了，送1星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，比送钻石还有用啊。嗯，有东西，葡萄不吃。1星葡萄酿出来的水果酒会不会很贵啊？这个应该好了吧？哇，可惜我这收集这里的蘑菇不能收成1星啊，因为不是野生的。我要不要把那个稀有种子都种了？稀有种子全种到那边去。稀有种子9袋，然后种到那个温室里面去。大黄、黄桃、杨桃、草莓都种了吧，把这些种子全种掉它，然后能卖的都卖了，能存的都存了。蘑菇什么存掉它，这个存了。这个菜是放在这里的了，啊，这里的，我先把松露给卖了，9根松露，龙葵存着，龙葵我不知道有啥用，反正我们缺钱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甩到那个店里去就行。哟，水壶快不够了，浇点水去，灌点水去，不是浇点水去，来。哦，好黑呀、啊，黑不溜秋的。10个稀有种子应该够了。我现在贼有钱，种一个咖啡豆，一个杨桃，正好两个啊，正好三个。正好三个，多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可以种什么？种一个咖啡豆，先种一个杨桃吧，然后种一个咖啡豆。还有什么可以种吗？我们好像身上没东西可以种了，不种了，够了。然后等到周四还是周几啊？去那个沙漠那边去买这一个激素，高级生长激素，可以提高20%啊。20%还是12%的那个，就是那个生长速度。葡萄我存一下。睡觉睡觉，么么哒睡着了吗？没有，么么哒睡着了。么么哒睡着了，现在么么哒可以下床了，可以爬来爬去了。啊，已经很晚了，睡觉吧。哇，00000，松露卖了11000，松露11000多，啊，还是很赚钱，贼赚钱，只要不下雨就能赚钱。第二年，26000了，啊，不下雨，我就期待着不下雨，离地而居。每日占卜带来好运，今天精灵运气这个心情非常好，可以给我带来好运。哇，么么哒怎么爬厨房来么么哒爬厨房来了，嘿，么么哒，嗨，么么哒，么么哒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对了，我要拿矿，今天又要送东西哦。现在我们送东西忘不了了，给玛尼我记得是农作物，1星的农作物它会好吧？我感觉。他要不要这个蔬菜？
而且我没有一星的什么东西可以给他，除了松露。那松露我也不给，松露好贵的，松露贼贵的。嗯，算了，还是给他钻石吧。有钱任性送钻石。算了，送石英吧，石英也差不多，石英有100多个呢。石英一堆呢。看看这个是什么？ 我想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送妻子一颗杨桃，你在农场里种杨桃了吗？哦，你咋知道我种杨桃了？哦，我种的是黄桃啊。杨桃是啥玩意儿？杨桃我们找一下。杨桃我有种过吗？好像没种过杨桃，杨桃是树吧？还没出来呢。杨桃跟黄桃不是一个东西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他要抢我东西了。 今天要去收蛋了，每天收蛋的时候到了。这是黄桃啊，哦，杨桃啊，杨桃不是黄桃，那我只能给他一个士兵的星星。肯特，肯特是哪位啊？肯特是哪位？么么哒。嗯，么么哒。 为什么这么奇怪？这个肯特，肯特啊，这家伙，这家伙是从国外回来的对吧？或者肯特住哪里啊？送一个这个给那个，这个先放在下面吧，要送的东西放在下面。啊，我蓝莓熟了，我去，今天是大丰收啊！我开始收蓝莓了。 哇，这爽的！哇，这贼爽！哇，这一波蓝莓收的爽！哇，这你看爆米花一样！你看，你下来给我！哇，这蓝莓数量有点多，感觉我要爆发一下了。今天赚钱可以赚很多了。 OK， 我们终于把蓝莓收完了，哇！我这一波蓝莓500多颗，哇！想想都兴奋啊，500多颗蓝莓，50颗金星，72颗银星，500多颗普通的，哇，这贼爽！这边没什么动静啊，没啥动静，哇！500多颗，一颗能卖多少钱？我们看一下啊，等等，蓝莓的话我有卖过吗？哎，我没卖过蓝莓啊，卖过了，50块一颗啊。 是50块一颗吧？50块一颗是？5000，20000多，蓝莓都可以卖20000多。先把鸡蛋收一波，我们鸡蛋还没收呢。啊，鸭蛋收一波。我这收完蓝莓已经9点多了。啊，不过周一无所谓，周一的话玛尼不在那边。好嘞，我们全部收完，走路。 走路走路，看看这里有没有松露啊！之前看到一个松露，好像产在这边来，哎，又有松露。今天好像松露不多，才6个，因为难道它找的少吗？找的比较少啊。然后我们500多个蓝莓全卖了，等下一次的话，我们再留100个蓝莓在身上。不过我夏天可能不种蓝莓了，以后就是全部养猪，这地都不要了。 有钱就全部养猪了，嗯，这有什么东西可以放进去的吗？还没什么东西可以放。蔓越莓是秋天的，然后草莓是春天的，对吧？草莓是春天的，我把草莓变种子吧，然后把奶酪给存一存，奶酪我们存到快80个了，鸭毛应该只能卖钱啊。 鸭毛好像干不了啥事了，要找玛尼去。我把这个蓝莓全卖了吧，金星的、银星的全卖了。然后这个也卖了，这个橙子和桃子可以存起来，这个都卖了。500多个蓝莓，我要留100个吧？怎么给我？怎么分成100个？
再分104个。哎呀，这个弄反了，原来这个不是啊，不是丢上去，是拿。啊，其他全卖了，留100个蓝莓，其他全卖了。450颗蓝莓。啊，这个水果存一存。水果存哪呢？这里都满了。这两条传说鱼拿出来吧，三条传说鱼拿出来，都丢到这边去。哎呀，都满了，好尴尬。丢这里吧，鱼全拿出来放这里。然后装野生的放那边去，这里不是野生的，非野生的就放这里了。野生的丢这里吧。拿一个出来。鱼丢这里面。然后这个扔进去。哎呦，感觉箱子能不能弄大一点。这个存了，草莓种子51个。啊，这个送人，这个送人，这个送人，这个到时候可以做种子。整理一下。好嘞。嘿，送东西去了。先找法师吧，找完法师我们把硬木砍，然后找玛尼。玛尼的话不是在酒吧就是在那种奇怪的地方。松露估计还会有，一天不可能就这几个，有可能在上面，回来的时候再看吧有没有。我们先去把硬木啊砍了，砍了之后要把法师礼物送一下，先把硬木砍一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法师塔把这个东西送一下，什么时候能把法师的心弄到十星啊？弄到十星就厉害了。还差一丢丢啊，就差那么一小口气，就差一颗星。如果在他生日的时候送，可能加的会比较多。啊，这里有树砍，感觉玛尼晚上会去酒吧，所以我们不急。我们把这里的树砍一砍，这个多存点木头。现在木头需求量也很高啊，造什么都要木头啊。长出来就砍，砍完它会再接着长。不砍的话它就一直在这里了，这好多树要砍了，我就砍一砍呗，勉为其难砍一下这些树。把这个树，哎呦，掉松果了，可惜这里好像不能挂那个东西在上面，能挂在上面抽那个枝就好了，我就不砍了。哦，松树真的好多，基本上森林里面长的都是松树，其他的树长得比较少，真的挺少的。有松树吗？又来了，这么多。还有啊，这么多。这我好久没来砍了，堆了一堆的松树没砍。我们体力就用来砍松树的，什么事都不用干。每天好多东西全自动的，都不用去搞。洒水啊，什么都不用搞了。现在就比较休闲了。除了可以去探探矿洞，等到冬天去探吧，因为冬天又不能砍树又不能干嘛的，非常无聊。冬天呢只能去矿洞，那个沙漠矿洞去冲矿洞。哇，这今天可以收获好多木头，200-300木头了。又掉水里去了，尴尬。然后直接去酒吧，酒吧去完去找那个拾荒者。这边还有一棵，哇，这里全是树啊，长出来我都没有怎么弄过。哇，掉水里了，我去，全掉水里了，差点全掉水里了，我不去捡的话就掉水里了。我这可以砍很多木头了，不止300个了。已经300个了，这全是树。
不知道玛尼在不在酒吧，应该一般情况下的话会在酒吧，可能深更半夜他就不在酒吧，他不在的话明天再去送吧，不急。四棵树啊，这里不止四棵树，树太多了，下面还有三棵呢。周五是一定要去买那个洒水器的，10000块一个，我们一天就能赚回来了这个钱。太多了，我不想砍了，我真不想砍树。树太多了，下次再来砍吧。最后一颗，我感觉酒吧都要关门了，可能玛尼那个东西送不到了。玛尼我送了吗？玛尼他喜欢啊，他给送这个东西给他忘了。这个剪一下，他应该在酒吧哦，不过10点了，可能要回来了。看会不会回来？回来的话，可能就不在酒吧了。送这家伙怎么躲在这里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你想拦截我？他怎么躲在这里啊？醉了，士兵的星星，杨桃。酒吧应该还没关门吧？玛尼不在，那明天给吧。玛尼居然不在喝酒啊！周一可能去锻炼身体。我们去把这个给那个莱纳斯。仙人掌果子是他最喜欢的，而且还是一星的。我估计这个窜星会窜的比玛尼和法师快一些。石头，莱纳斯总有好果子吃，还是九星哇！狂送一星都不怎么升星啊，这有点小尴尬啊！送了他好几个了吧？3个还是2个了？都没怎么涨。砍了400多棵木材，那就相当于4000块钱，我省了4000块。我的这些钱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啊，要自己那个啥的，要自己搞的，要自己去那个啥的，要自己去花钱买4000块呢，4000块我要卖掉好多东西呢，把这个卖了，草莓不能卖啊，草莓我们要用的。这个买了，这给玛尼。这个的话，砍树先放着吧，我不砍树了，睡觉。这一集也是，哟，钻石。这一集也是收获特别大。手上不能拿东西，我去，拿着玉米去睡觉了。哇、40000多块。哇、你看这钱啊，一天赚了50000块啊，哇，好激动啊，46000啊。蓝莓卖了20000多，然后再加上3万块，蓝莓收一批有30000块，其实还是一般般了。你看有飞碟，又看到飞碟，可能有点尴尬，飞碟眷顾着我。好了，451个蓝莓，如果卖500多个的话，应该是3万多。五，还有100个，5000，差不多27000，应该可以多赚5000块吧，就相当于我一天可以收入6万不到。那这个收成速度太慢了，还不如卖松露呢。你看松露随便卖就7500，6个就7500，好像还有2个没收，有时候会多，可能前几天留下来那个松露吧。好了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啊。这集主要赚到大钱了，1天53000啊，目前这个月收入最高53000。
之前卖草莓好像也没有那么高，草莓好像只有两三万吧，加上那些蛋也只有两三万了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我的视频空间或者视频频道里面点个订阅或关注啊，怎么点就可以通过我的视频下面啊点我那个 ID 啊，有头像的那个边上那个 ID 点一下就可以去我的视频空间或者频道了啊。那么我们这集先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了啊。什么叫重来重来OK， 那么这集我们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或者啊这个呸，是直播呀，是直播呀，我在录呀，等等等等等等，重来重来重来，有点尴尬。好，这集三二一啊。OK， 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在我的视频空间或者视频频道点个订阅或点个关注。那就先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